我是鹿奖，谢谢大家今天也来看这支影片。那这支影片呢，大家看缩图跟标题应该已经知道，就是 Lia 跟 Coty 他们要来台湾玩了。那现在的时间呢是台湾时间的早上，我差不多准备要去机场接他们。其实这一次我会回来台湾，也是因为他们要来台湾玩，我当然要担起导游的重责大任，来帮他们安排一个完美的旅行。那这一次的机票和饭店呢，我都是透过 Shopback 这个 APP 购买的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Shopback， 我超开心的，因为我就看到很多台湾的 YouTuber 都有跟 Shopback 合作，没想到我也可以，超开心的，就是谢谢 Shopback 看到住在日本的我，因为我住在日本，所以其实一直知道有这个 APP， 但是一直没有使用过。那我用了之后，只想跟大家说，真的是相见恨晚，马上叫我的家人全部都去下载。我真的觉得生活在台湾的大家都应该要下载起来，因为真的太方便、太划算又很好用。那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Shopback。Shopback 是亚太区第一大的现金回馈平台。点开 APP 之后，就会有大家耳熟能详、各式各样大家都在使用的店家，例如 Foodpanda、家乐福，总共有多达800多间的商家。反正大家日常会看到的几乎都在里面了。那大家只要透过 Shopback 买东西、下订单，就可以享有现金回馈。网购方式呢，和平常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个打开 APP 的步骤，就可以得到现金回馈。那像我这次是买机票和订房，那我就先打开 Shopback 的 APP， 选择户外旅游，就可以直接点开 Expedia 和 Hotels.com。APP 呢就会自动连接到选择的平台，那也可以看到趴数回馈，像现在是3%。那资讯又非常透明，那接下来步骤呢，就是大家平常购买的方式。过几天几小时之后呢，购物的现金回馈就会出现在 Shopback 的账号里面。等到确认没有退换货或是取消之后呢，现金回馈就会变成已确认。现金回馈累积到新台币200元之后，就可以直接汇到指定的银行。像我现在，我根本不住台湾哦，可是我已经累积了727元，可见台湾大家用的会多划算，因为它不是点数，它直接现金回馈。所以我真的用了之后，马上叫我的家人全部都去下载，觉得太划算了。那除了我刚刚示范的 Expedia 和 Hotels.com 之外呢， Shopback 上面还有很多其他订房网站可以选择，就真的是大家平常会用到的平台都在上面。那现金回馈的累积呢是无上限的，也可以直接提领。如果大家是用信用卡或行动支付结账的话呢，也可以享有双重优惠。大家可以透过我的专属连结注册，就可以先赚进新台币100元的奖励金。到今晚截止呢， Shopback 本身有活动，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透过资讯栏下载。好，那现在我就准备出发去接 Coty 还有 Lia。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桃园机场了。 Coty 跟 Lia 好像飞机已经到了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出来了应该还要一点点时间。大家看最左边，由上往下数第四个东京库航，就是他们两个，好紧张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ようこそ台湾。他们很惊讶，台湾的计程车是左边驾驶。アメリカみたい。可以可以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久しぶり、楽しま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こちらの足つぼが楽しみ。Coty跟 Lia 第一次来买台湾的捷运车票。我在这里哦。そうなの？日本と違うの？すごい。コインなの。かわいい。結構衝撃。コロコロコロ、お釣りかなって思った。看什么都很惊奇。これで私たちも台湾人。かわいい。我们三个现在在一起坐台北的捷运，我们要去101吃小笼包。顶泰丰，因为日本人最爱吃顶泰丰了，所以想说他们来的话呢，一定要带他们吃一下顶泰丰。今記念撮影してます。外国人感すごいね。見て、すごいいろんなパターン撮ってくれた。はい。因为现在在等顶泰丰，然后他们就先来找土产。店员大姐很认真的在帮他们看他们想买的土产在哪里。这个是大姐特别拿给莉亚他们试吃的。めっちゃピーナッツ。大好きなのこれ私。おいしい。の。美味し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各位，我们点的排骨蛋炒饭来了。太棒了！台湾的特色料理。然后大家看，我们还在这里点了麻酱面。小笼包。では、焼き小籠包から。いっちゃいます。いっちゃいます。うまい。ねえ。
首先一定要喝汤哦。気に入ってる。美味しい。我们也点了红油抄手，还有 A 菜。輝いてるよ。我们还点了黄金流沙包。莉亚正在吃麻酱面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めっちゃピーナッツの風味する。私大好きなのこれ。我跟他们说，鼎泰丰的炒饭一定要加红油抄手的这个酱。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今どれが一番好きですか？他们都最喜欢红油抄手。これね、絶対日本がないから。そうなんだ。すごい。流出来了。美味しい。私台湾に帰ったら絶対食べるやつ。うまっ。絶対爆発させないように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に爆発した。日本で流行ると美味しい。下一站呢要带 Coty 跟 Lia 去体验台湾式的洗发。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一定会很喜欢，就他们两个果然就有指定说想要去，所以就找了之前带文章去的那一家。这一家好像是很多日本艺人都会来的，所以我想说可能也比较知道日本人喜欢怎么样的感觉。店员人好好，还说这个位置拍照比较漂亮，所以给他们坐在这里。那这里洗头可以另外选要加护发还是头皮按摩，他们两个都选的是头皮按摩。すごい。コーティもすごくなってるよ。すごい。他们感觉超舒服的。この場でシャンプーするの面白いね。なんかすべて。ねえ、いろいろ作ってくれるの。そうなの？そう。これだから人気なの。ミッキー。やばい。コーティ在拍照，就大家可以跟他一起拍，好可爱哟。すごい。見て後ろの方の真剣な表情。そう。真的。真剣や。玛丽亚さん直接变成恐龙了，好笑。好可爱哟。新しいファッションみたい。你可以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，耶耶！すごく楽しいの今。予想外でしょまた。なになに？ミニちゃんだよね。ミニちゃんなの？ミニ可愛い。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。ラブリー。ラブリー。这边的小哥真的是很亲切。ねえ、マセリアさん、雰囲気変わったんだけど。マダムチックになってみました。港区女子っぽい。港区女子っぽい、本当になんか六本木のバーにいそう。ちょっとこれで行ってみるね、六本木のバー。もうぜひ。ゆきさん髪長いからさ。めっちゃ楽しみ。もっとアレンジできる。シャンプーめっちゃ気持ちよかった。ここまでやってくれて、首とか背中とか。すごいよ。髪巻かないからさ、いつも。私幸せだよ。私マジで髪巻いてるコーティ初めてだけど。私も巻いたの本当に中学生ぶりくらい。コーティ换了一个发型之后，人格也变了。いつでも来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他说希望你可以一直来日本玩。我们现在在中山站这边随便晃一晃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因为他们很喜欢这附近有一些古着店，所以就在这里晃。叶家，叶家。哇，我平常真的不会来这里耶。莉亚会自己拿 Google Map 找自己想去的店，然后就这样子跟他们一起晃，一起找，好有趣哦。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古着店买翻了。じゃあ二着買いました。在他们逛古着的时候呢，我整个人现在坐在这里休息。我本来以为是大家去日本才会想要买古着，就没想到日本人来台湾，他们也喜欢买古着，为什么？安かったし、なんか可愛いのいっぱいあった。大家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饭店了。旁边是莉亚桑，帰ってきたよ。帰ってきた。那刚才我们回来之前呢，先去便利商店买了一大堆东西。台湾ビール買ってました。まずはこれでちょっと乾杯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ルーちゃんおすすめグリーンミルクティー。そう、これ美味しいよ。ね、なんかあんまない感じかも。であとルーちゃんおすすめ。そう、大好き。可乐果。可乐果。カップラーメン。カップラーメン。混ぜそばみたいなやつ。そう。俺もルイちゃんおすすめ。これね、台湾人みんな大好き。あ、そうなの？そうそうそう。結構有名。食べ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然后我们另外还买了松露烤鸡意大利面，还有我自己非常爱的墨香柚茶。
然后还另外买了一个炙烧明太子烤秋龟饭团。那 Koti 跟大家分享他买了什么？私もカップラーメンを。でん、でん。二つも買いました。この牛肉麺ね。そう、両方ルーちゃんがおすすめしてくれたので買ってみました。これ、これマジ美味しいよ。ニンニク大好きだから楽しいです。然后 Koti 他买了一个是黑青叉烧挂包，这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应该还不错吧。Yes。うまい。台湾ビールどう？うまい。最高。でもなんか軽いよね。うんうん。あ、そうなんだ。なんか日本のやつってもっと苦い。パイナップル台湾ビールとかみたいなのもあって。この前あのルーちゃん日本赤坂でさ飲んだじゃん。啊，そうか、飲んだか。飲んだ。那等一下放他们两个在饭店之后呢，我会再回家，明天早上再来接他们。然后最后影片再跟大家提醒一次，我这一次呢是用 Sharpbag 订这个饭店跟飞机票，只要透过我的专属连结注册呢，就可以直接拿到奖励金100元。如果还没有下载的大家，可以赶快下载起来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